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业余丛林探险家王东东，今天是我来到丛林的第二天。我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成天缠着我的奇葩二货弟弟郭子欣今天终于不再缠着我，坏消息是这个货走丢了。我一天我跟他我都上老火了，郭子欣，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业余武术家郭子欣，今天是我来到丛林的第二天。有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要跟大家说。好消息就是我还活着，不信你们看。哎，坏消息就是由于我的武功太高了，我哥根本跟不上我，我走丢了。都说丛林里面有野人，我走了好几圈了也没看着啊。我现在我想说我真的好饿呀。郭子欣，我哥好像在跟我说话，一会儿再说。东哥，郭子欣，东哥，郭子欣，东哥，子欣，东哥，东哥。你死哪去了？不是哥，我刚才吧走着走着走着，看到前面一道白光，顺着白光走过去，有个小石台，在石台上捡了一个小石头。你为个破石头你就跑丢了？我为了找你我都迷路了。哥，我想说话。你说啥？我饿了。你还有脸饿呢？所有的吃的全在你包里，我要不为了找吃的我能狼哇找你啊？我忘了哥，哥，东西我都吃了，就剩个梨了。郭子欣，你嘴怎么那么毒呢？就剩这么一个破烂酸梨，够咱俩谁吃的？哥，前面林子好像有水果，我给你找点。别！啊，你再跑丢了，我找你又得累死。这么的啊，这梨你看着，我去那边看看去。如果十分钟我回不来，你就大声喊我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对了啊，临我回来之前，那个梨你不许动，听着吗？啊，不动，不动。我给你看着，去吧哥，你放心啊。哥，我吃了行不行？行。好的。我说子欣呢？郭子欣，你嘴怎么那么急呢？我不告诉你等我回来再吃吗？哥，哎呀，不是我吃的，刚才你走的时候来了一个野人，一下过去了，把梨都抢走了。来了个野人是不是？对呀。来，你给我讲一讲野人长什么样。六个胳膊七条腿。你等一会儿啊。六个胳膊七条腿，就你形容的这个体貌特征，你怎么看出来他是个人的？那边我找了半天啊，地上捡了个烂苹果，这个东西你先留着，我看那边树上还有香蕉啊，我爬树摘一下啊。行，我给你看着哥。这个不许再让野人给我抢跑了啊！不能。哥，我吃了行不行？行。郭子欣啊！哦，哥，刚才你走了之后，又来了一个野人，一下过去了，把苹果都抢走了，我都没干过他。还是野人是不是？对，香蕉踩着了，咱俩分一下啊。来，你两个，我两个，这个是给野人留的啊。哎呦我哥，你慢慢吃啊，我看看有没有地下水啊。哎呦哥，那我不客气了啊，那我吃了啊。你爱咋咋地吧你。哎呦，你别搅和我，他吃香蕉呢。那你就让他吃。起来，
唐海软扔过皮纸靴，他做的不好，你踢一踢。我来了，哥。不是，喂，郭子欣。哥，我在这儿呢。不是，那我抓了个什么瓦帘？鱼。哎呦，哥，啥时候来的？来半天了。不是，哎呦天！我跟你说，你也不信呢，我批评他也不听。我没想到啊，这里边还真有野人，是不是？啊、郭子欣、啊，香蕉呢？啊，给我拿一个。都给他了。啊？哎，看着挺友好的哈。那个，野人你好，我是从中国来的游客，为了表示我的友好，我给你做一个才艺展示啊。中国的民族传统打击乐器快板，来你看着啊，可好玩了这个。再加点油，没问题。我给他放个大招啊，来你看着啊，老有意思了。哎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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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点意思。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呼，哎。哎哎哎！哎呦哎呦，哥哥，哎，你给我拍，我也玩。行，我给你录一遍啊。来，你去玩会儿去。这 ，Hello， 见面礼，见面礼，才艺展示，塔塔林塔塔塔塔，塔塔林塔塔塔塔，别吃了，塔塔林塔前，塔塔林塔塔塔塔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。哎哎哎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哥，他爸不是不是，哥咋整啊？别听他们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塔塔林塔，塔塔塔。哎哎，子欣，你把板给我，我估计他们是想听快板。这么的啊，我唱快板把他们引开啊。同志们，跟我来。来了来了，我来。他这不是跟我没关这事。等一下，丛林武术家。郭子欣，Thank you.
第一个啊！哥，还想干啥呀？不知道啊。啥啥哥？不知道啊。能吃咱们不？不知道。两个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雨林深处，我们现在要鉴赏的呢是热带雨林的美丽风光。妈呀！你们的运气简直太好了，我们今天呀有幸遇见了雨林部落的原居民们，来跟他们打个招呼吧。嗨，这些原居民啊一直生活在雨林深处，来跟上别掉队，他们啊有些已经跟现代人接近上了，有些甚至都使用上家用电器了。哎啊，你就比如说这两位吧，哈，他们的这个服饰啊、发型啊，跟我们已经很接近了。哥，咱俩是不是得救了？应该是呢。妈呀，你瞅，还会说东北话呢，是不？别害怕，往前走。那个陈导啊，哎，他俩好像不是野生的。对，我们俩是纯家养的，他们想吃咱俩。他们要吃我俩？说啥呢？人家是原居民，也不是野人，人家不吃人。再说你俩长得也不好吃啊。不，那为啥追我俩跑啊？对呀、啊，我问问啊。啊，问问怎么进，问问怎么过去的。啊！这家伙把我一把虎赢。哦。不是导游，他说他啥意思？他说，哎呀，啊、完了呢？没了。这边语言挺复杂呀。是。哎呦，不是，这有啥意思啊？人家说雨林呐、啊、是他们生活的地方，你们来了就应该遵守人家的规则，你们乱拿人家东西太不讲究了。不是不是，谁呢？我没拿啥呀。啊！不要干！不要！你是不是拿着石头了？妈呀！就这石头，六贵夫一块钱买十个都。就想纪念一下。纪念啥呀？这是人家部落的神石，你上长城搬块砖呢，你上故宫掀块瓦呀，上个秦王陵你还得搬个兵马俑呗。看我就说你，平时你出去旅游你不注意素质啊，我怎么告诉你的？除了照片什么也不要带走，除了回忆你什么也不要留下呀。对，导游赶紧把这个还他吧。给的。哎呦我天，不好意思了啊。哎啊、对，人家呀是欢迎你们的。啊、刚才呀见识到了咱们民族的打击乐，也想让你们欣赏一下他们民族的打击乐。哎呦！哎呦！